变成 C 位了。啊，不要麻烦了，票留教练在后面站着就好。行了，不要麻烦了。动作没换，跳错了。没有跳错。刘畊宏跌落 C 位输了，走 VV 女孩篡位成功等热搜。我跟你讲，就因为你们昨天让他上热搜了，现在他像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粉丝也破百万了啊！你要小心哦，你要对我很好，不然我就单飞哦。你不能走，我可是我，我需要你，宝贝。我能走哦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我会扛得住，我扛得住。刘畊宏直播健身，老婆贡献了好几公升汗水，累瘫的狰狞表情包就此诞生。啊！加油！啊！很好！啊！再一次 ，Come on！ 你不是不累吗？快点，挺起来！啊！加油！啊！很棒！有跟上的帮我刷下跟上。OK， good。跟上的帮我刷下跟上。OK， 对。换手。抬头挺胸，站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，加油，很好 ，OK， 脚步走一下。以后我能不能申请？就是练腿的时候给我一个面具，因为我真的在练腿的时候是没办法控制我的表情。哎，就是这个表情吸来一票的粉丝，让刘畊宏女孩懊恼。我老婆上热搜了 ，BBQ 了，大家喜欢上她了，我最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地位啊。大家很多人都刷 BB 女孩，说他们从跟红女孩已经变成 BB 女孩了，不然我下一首我就让她站在前面跳。不要这样了，干嘛不要？满屏的想要，来，不要，你来了，你来，你来，不行，你来，快点，不行啊，快点嘛，你来，来了，试试看。那这样，好，哎，那这样，刘教练既然给我机会啊，那我就带大家跳一个我很熟悉的牛仔很忙，音乐下，来，跳起来，后面的刘先生，刘教练，脚抬高点。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到你哦，成功创位变成 C 位了。啊，不要麻烦了，叫刘教练在后面站着就好。行，不要麻烦了。动作没换，跳错了。没有跳错，我现在是教练，我做任何动作是对的，你要跟上。右边，左边，厉害了，拍手。站在 C 位的感觉真好。啊、觉得好吗？我感觉前面视野一片辽阔，再来没有人挡在我的前面，汗水也不会挥洒在我的脸上，我感觉很好。我希望你有一天能站在前面来多带，万一我真的需要红龙常要唱歌或工作，因为像是因为还不需要，如果万一要的话，你就可以多带。完了 ，BBQ 了，我就可以。你现在是挖坑给我跳的意思？好了，来叫 BB 跳龙拳。喂。